Hello， 各位 DBC 嘅聽眾同觀眾，我哋好。Yeah. 大家好啊，我係職場引爆啊，一台旗艦台嘅 Alan 啦。我係數碼六台金曲台簡修男女嘅 Cool 二一。嗱，點解我哋今日喺呢個 Karaoke Box 嘅環境咧 ？Cool 二，因為今日有個卡拉 OK 比賽，就係產生呢個的士歌王。點解係的士歌王？因為我們的歌王2014卡拉 OK 大賽啊。所謂的歌王就係揸的士嘅的士大佬們啦，的士司機大佬們嘅卡拉 OK 比賽。係啦，今日都有的者啊，我見到。有的哥有的者嘅，係啦，今日好高興啦，有11個單位啦嚟參加喎。係喎，所以揀嘅歌都好有品味啊，見到。喂，咁你哋聯想咧，真係咧就為啲的哥的者們打氣咧，有咩方法咧？嗱，其實可以去我哋嘅官網啦，或者我哋嘅專業 fan page 度 like 嘅，同埋可以留言啦，記得同佢哋打打氣啊。嗱，若然你身邊有啲的哥的者們咧，係真係對唱歌好有興趣，或者想參加歌唱比賽嘅話，叫他來報名參加，一起報名，一起參加。今天才是第一個星期，喂，事不宜遲了，我知道參賽者都有點緊張，不如我們跟他打打氣之餘，好啊，請他出來聊聊天。首先請二號參賽者，二號參賽者，得閒來數碼房就找阿倫和阿高兒喝茶，經常都來你那裡，那就好了，應該經常都見到面。朋友的愛，確實我終於亂吻亂詞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梦未偏。平時我哋做節目對住啲麥多啦，係啊，好少直接同啲聽眾交流啦。咁但係其實今日做主持都有啲唔同，因為好少好朋友參賽者喺我哋後邊，係啊，所以都俾啲安定佢先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最緊要氣氛開心啦，同埋我哋練咗準備好你嘅即係參賽歌曲《當愛已成習慣》未？都習慣㗎啦。時長夜，兩者裝作無憂。介紹翻我聽歌，點解揀阿 Lemon 歌咧？不嬲都係聽佢歌，中意聽阿 Lemon 歌。外國只音的讚賞，用歌聲同歡笑，外國只音的讚賞。喺街見到咧，譬如啲的哥們咧，即係收工都會冚咗旗之後咧，同一家人咧揸入車出去可能食飯咧，我都好冧氣嘅。係㗎。係啊，即係咁辛苦一日之後，都係為咗同屋企嗰個食餐飯。食餐飯。係。今日你準備咩歌啊？風繼續吹。哇！唔止食飯喎，你同太太吹吹風。係。哎，不如去兜下風啦。好浪漫啊！呢件事。風繼續吹，不忍遠離，心裏亦有淚。不願流淚望著你，女嘅我都會唱㗎，譬如話飄雪啦。哦，陳慧嫻飄雪喎。每人一人有一個夢想啦。小一子喎。今日我都係夢想啦，嚟呢度玩下咯。夜風已冷，未成重晨了夢，閃閃冰凍，想解相思不想看。哎呀，我看你揀嗰只歌，我以為自己啱懶叻添。一係咁，你真係太早更，一早係啦。所以你揀歌就揀破曉時分。係啊。但願像月破漆黑燦爛的曙光，如麗亂情風暖依給起波。吻去你每點凄清冰冷感覺，要為你一世照亮。咁啊係喎，咁啊成個車嘅氣氛啊，又音樂又好，即係你有好傾嘅話咧，真係鬆手啲要啲。係啊，會啊。我試過嗰陣時20蚊俾500蚊我都有。哇！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。我不管身在哪裡。
是中国人，无论是在何处，是就中国话。頭先心情唔靚，而家好啲，所以轉歌啦。而家頭先就係啲開心，而家冇啦，而家冇曬聽眾開心。各位朋友俾啲掌聲鼓勵。夜風已冷，回想前塵如夢，心思已動，怎敢相惜不相逢。隨時 stand by 嘛，佢哋話係啊，呢個精神態度都係我哋的歌迷嘅態度，隨時 stand by 嘛。係啊，我希望各位朋友咧，好似個太陽咁，唔使唔好落山。草原上，山上照耀部落的太陽。下次你答唔係一個半咧，唔該你俾我啊嘛。我基本上，我所有份量咧係貢獻曬你的士。誒，已經幫你哋打工喎。係啊，我呢份我為飯碗主嚟嘅，老闆。淚滿眶，心裏懷念我至今，悲不動，心裏難忘。Yeah.